个别外国政客啊，将体育运动政治化，企图啊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行，提出什么要抵制啊等等，这些做法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。我们相信啊，这样的举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是徒劳的，也是注定啊不会得逞的。最近我们都看到一些报道，国际奥委会一些国家的领导人、一些国家的奥委会以及国际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啊，都对这种声音啊提出了反对，是吧？我想这样的一种图谋啊是不会得逞的。